Blink 1时隔八年重组，连唱经典曲前人嗨翻。青春回来了，韩国二代传奇女团 TWICE 时隔八年解散后再重组，在首尔开启亚洲巡演第一站，更一口气连唱25首经典歌，炸翻全场。合体票更是供不应求，瞬间秒杀 TWICE 超宠粉，有望在巡演结束重回首尔举办 encore 场。대란이어서못오신분들이많잖아요그래서말인데저희가 encore 콘서트를해야될것같잖아요그리고 encore 콘한다면더끝내줘야겠죠TWICE 将在明年2月8日唱进台湾，在台举办首轮巡演最终场 Graduate 千万别错过。